考验一下小易的技术。你这个路它这个自动泊车这个也不行啊啊，自己推到这个菜地里去了。近日，有网友发布视频称，北京市海淀区牡丹园地铁站外发生爆燃事故，地砖都被炸开了，附近商铺停电，地铁站紧急关闭，周围拉上了警戒线。9月22日，多名网友发布视频，北京牡丹园地铁站外发生爆燃事故，现场浓烟弥漫，地面上有几块地砖已被炸开。地砖，这里面刚刚还在冒火星。一名目击者拍摄视频说，应该是地铁站外的地下电缆爆破起火的，爆起了一个小火球，地砖都炸开了，而且还在漏电冒火星。他表示，刚刚又爆了一下，附近的底层商铺都停电了，牡丹园地铁站被紧急关闭，有警察在地铁站周边拉上了警戒线，禁止民众进入，许多民众在现场围观。刚刚地铁站门口还有人呢，现在都没有人了。一名目击者拍摄视频说，截至发稿，官方尚未通报牡丹园地铁站外发生燃爆事故及具体原因，但相关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，许多网友追问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们见过，见过吗？见过，上次我问您的蚂蚁问题啊。啊，你问的啊？对对对对对。继续努力，谢谢，谢谢。按开剪刀拿六。那他哪能挖去？我操！你个能丢一百斤啊！你们这边都在听你，别人给好，你要走。
你来看哦，这丢黑点，黑点都个掉了，都掉啊塌了。掉你来看个，这没都掉，都都都了。哎，个都拿个纸纸捞个，打好什么黑点开，打好。大区域我也包区域的，大区域。我也区域的，完蛋都倒了。啊！不知道啊。来找到东兔来了。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财政局办公大楼，9月22日上午突然起火，火光直冲楼顶，黑烟弥漫，景象骇人。但起火原因不明，网上视频显示，火势猛烈，多层楼被烧红，整栋大楼被浓烟熏黑。微博消息显示，齐河县财政局附近还有不少政府机构和民宅，大火在上午11:30左右被扑灭。不过，财政局整栋大楼已经被烧得焦黑，很多中国网友怀疑事件有内情，纷纷留言讨论。有人怀疑可能是有不少机密文件要烧毁，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要屏障。还有人指出，自古以来，粮仓和财政楼是最容易着火的地方。一层两层，好壮的哈，有壮的呢哈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呦我操！太重了，哎呦我，哎呦我操！鼻子哈了点，飞机打架了，他飞不起来了。跑圈的，还有一个跑圈的，我操，还要飞别地儿去呢。掉了，掉了，飞院里去了。我操，危险着呢，我操，别别别！我怕，你看看掉了。这什么都看不见，是赔了吧唧的，全掉下来了。哎，你说那字儿得变成啥样？我操我操我操，这能行？我操我操，我靠，我全完了。我觉得，这谁骂的？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妈了个事儿，这字不美。别吵吵，别吵吵。怕点火了呢，怕点火了呢。那啥，点火了？不是。都掉坑里了。这他妈的。咁閪老嗨，要用驾驶啊！仆街啊！呢只你人啦、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
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